会热，而你打了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子恩。很少，很少，然后就开始。好，一样来聊一下，子恩。还记得前阵子，由于我们异动有 Benny， 可能是因为受伤，那你有了机会，你也把握住了。还记得上一次在新庄主场，你有一起上台，但是当时并不是你自己拿下，而是世鹏。那这一次你自己靠着顶住压力，刚刚那个回圈满垒池获得的保送追回第一分，由子恩打下追平分，最后裴峰再见出身。还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又要更超过，再来再来，子恩。大家还记得之前在影片上，他跟恩齐，哈哈哈，好，一起哦，哈哈。董子恩，一起喊出来哦！不要忘记喊出董子恩！富邦悍将，富邦悍将！好，掌声，还没有结束。他有哈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他说，刚刚是正常版的哈哈，接下来我们一起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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